小花郎哦，哎呀，客户啊，只听出一句，而且小老人系个通门生意，那系有年龄嘅推贴到啊，哈 ，A P 当然系搞唔出事，我必要嘅冇，而且其他很多乡亲们都同爱好生意，唔冇人要同人交代，哈，只是吩咐你莫鬼用。陈太太，今天面试的时候啊，终于马到成功。哎呀，慢呐！哎，你嘿，那我是呀，陈太太。你还记得我呀？哎呀，还是讲话做事啊，就同个富人家哟，边鬼爱很识得呐。哎，老董哈，哎，你是姑娘年单，还要来请我呢？哈，哎呀，你来坐，你来坐。哎呀，小勇，唔是客气，唔是客气。嗯，喊我麦给啊。男人婆，安尼呀，真舒服呢。哎呀，你起来做嘛？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你今好爱发财呀？哈，他为老婆嘛，生意也健康呀。哎，还蛮有女朋友。哈，你很大胆屌啊！哎，你胖妹弟弟唔多得怕。哎，你想做嘛呀？我爱想做嘛，看书包那样辛苦啊，从哪来放灯来？啊！哎，啊！你还没等下博娘夫啊？哈！哟，没有你看过，以前同我表拍时候啊，太搞到我博娘夫，妈呀不爱看到了呀！哎呀，男人婆，以前哎呀，太搞到喊你黄毛阿伯，见到太搞。都是人嚟呀，是人嚟呀，啊，我话老同学啊。单调，我建议黑咁讨你，你讲根本爱冇哈？哎呀，
佢呀都老黄啦嘅，还提佢做乜嘅呀？当然咁同佢表拍，佢又唔敢讲话，真正系扮夫人莫鬼用。上山，上上上，吃一宵。再也不敢，但不敢再把你引进。我是苦瓜盖一张，自己又苦又担心哦。喂，小法郎还年轻到哦、啊。小法郎，哎呀，你莫同我讲钱的事，一批当来王命就唔单止钱的事情了哦。以前安好的传统手工艺，我唔想亏俺输掉呀。你再跟你同我请，年轻到莫来烦俺，只是扮夫人莫鬼用。手长在两眼呢。哦，哦，嘿哦，你今日请来，嘿有嘛事啊？啊，挨了亲你啊？哎，没个公司招聘广告咩？你了请工作呀？哎呀，那公司啊，这招聘可太贵嘛，按到岗位啊，随便你挑。好，除非给咱专业技术岗位。娘哎。唔满意哦。男人婆，我系话建议落嘢绑人到，唔信冇？你绑我？哎，你是只小花郎啊？哈？小花郎对你暗冲腰啊？太大，佢系我嘅神，佢系我嘅命，佢系我嘅灵丹妙药噶。哎呀，小花郎好爱呀，哈？自责扮夫人莫鬼用。你，哎呀！喂，哈夫等下就打听阿本来呀。哈夫，肯定是落水后通贴的，想不出两年，公司却未要赔款，我贷款要判。乡亲们的工钱用来判，那传统苏绣工艺用来判呐、啊！
山，方素小长身。他日他年前风光，背后似放我。时间吧，好吗？一天呐，不行啊，王总，求求您，拜托您了。喂，喂，喂！我要班班，我要班班，我要班班。唱唱那个灵丹妙药啊！你是绣法郎？南宁婆，看到你告辞的时候，你有五年米啊？你发脾气的时候，也好有那年米啊？Yeah.